离开了法国的马赛，下一站呢就是卢森堡。这次都是我第一次去卢森堡的。其实为了悭钱呢，咁我就买咗啲 Europass， 咁搭火车咧就可以喺一个限期里面就任搭嘅。咁我通常咧都会夜晚黑咧又搭火车就去另一个站。咁为咗系瞓足几个钟啦。所以呢通常我都会由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的，所以你要见到日后那些相片呢是会啲国家走来走去的。咁样好啦，咁啊由卢森堡呢就去到德国的科隆。咁讲翻嗰阵嘅欧洲嘅火车咧，里面咧就一卡卡啦。咁一卡里面咧都分好多个车厢，咁每个车厢里面咧都有六个座位。咁如果系你好彩嘅话，系冇人搭嘅话，咁其实佢每一个座位咧都会掹翻落嚟，咁变成一张床。咁你可以夜晚黑咧就当床瞓嘅。咁当然啦，嗰阵嚟讲咧都有啲治安问题嘅。咁幸存咧就有啲叫做迷魂党啦。咁就會噴啲迷魂噴霧咧，就迷魂嚟搶嘢嘅。好啦，咁下一站咧就去海德堡。咁其實德國咧啲建築咧就比起英國咧同埋法國都比較特別少少嘅。咁沿途見到個旅游人士啊，梗系同你影下相啦。咁去到海德堡，梗系要去参观下海德堡嘅城堡啦，系咪？咁佢哋嘅海德堡咧，最出名咧就系酿酒。当然参观一些酿酒的地方啦。咁参观完咧，就梗系买一啲战利品噶啦吓。我买咗呢座小小的酒杯，都挺得意的。好，下一站呢就去Frankfurt啦，法兰克福。
去慕尼克啦。咁其实外国真系好多教堂，咁每个教堂咧都有佢唔同嘅风格啦。到德國咧，同佢哋溝通咧，就佢哋啲英文都唔係太過識嘅，咁所以就都好少講嘢。呢个就是奥林匹克举办过的地方啦。咁举办完之后咧，就变成一个公园。咁其实我去到咧，真系冇咩人去噶，其实系好偏僻嘅。咁要搭个零钟头车先去到。其实以前呢就没有手机上网啦，只是靠一张的实体的地图啦，还有一些旅游书啊，还有去到某个国家呢一定是去到首先去 information counter 那里呢就拿一些 update 的资讯啦，尤其是地图啦。咁啊，跟住就打住个地图周围去噶啦。好啦，今集分享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